月亮大概会在晚上的5:02左右会东升，大概要到6:16左右，这时候月亮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本影区之内，所以它的那个颜色呢就会慢慢变成血红色。在7:05，天王星会从月亮的后侧开始演入，然后到了晚上的7:53，天王星才会从月亮的后侧演出。所以这一次的月全食比较特别的状况是，当月食发生的同时，我们也刚好月掩行星。那这个状态之所以罕见的原因，是因为第一个它必须要月全食发生月全食，第二个呢，在发生月全食的同时，也要月掩行星，而且重点是我们刚好台湾也要可以看得到的状态之下，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。